感谢主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希望你们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哦，做点小运动，然后呢，多一点吃有营养的食物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阅读在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16-18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好，再一次的，我们记得祷告，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今天的话语。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讲到的，我们听到的，都得到力量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献上感恩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神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在我们的那言语方面啊，然后要我们的生命呢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。那在这个喜乐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在我们言语。是思想与情感的表达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听见对方所说的话，就可以了解他的思想和他的情感。若无法说话和听懂呢，就会因不能互相沟通而感到苦闷。但只是说话还不够，我们要说出分享祝福造就人的话，不应该说出令人遭殃和感到不安的话。所以当我们要常常喜乐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话语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语言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口声，不要这么高啊，低一点啊。所以呢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呢，凡事谢恩，因为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所以当我们要喜乐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说哎呀遭殃了，哎呀我们完蛋了，哎呀这个很累啊，这个怎么办呢，哎呀这个不要这样子说。喜乐的人呢，就没有负面的语言。这个有一个根据美国大脑专家研究报告说，人的脑细胞呢多达230亿，在这230亿细胞中，有98%都受到语言的影响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的语言不对劲呢，你就永远不会喜乐。最近一些根据脑部原理中七神支持所有的神经系统的学说，开发了言语的治疗法，专门研究言语如何支持神经。人体有各种的神经系统，对不对？如视觉、听觉、感官、喜怒哀乐等等，都会受到言语的影响。箴言第四章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。那一个口一个心可以保守我们的心灵。所以呢，我们都在战争中。还有圣经在箴言18章说，身子在石头的前下，喜爱他的他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你看，再一次的，我们的口我们的语言会断定我们是不是个喜乐的人。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再一次的，嘴巴所讲的话可以断定我们往什么方向去。所以圣经呢，从远古以前就告诉我们说，言语中七神经对我们的人生能发挥绝对的影响力。到了现代，脑细胞专家也证实脑部言语中其神经支持所有的神经系统。所以我们的圣经真的很了不起，早就已经告诉我们说，要我们言语呢以正面言语以好的方向来讲，不要乱讲负面的语言。所以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喜乐，可以得到神的祝福。所以感谢主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说出怎么样的话，事情都会照样实现。就说自己很差劲，自己不行，那我们就不会喜乐了。前身就会说让我变得差劲吧，前身就会说我不行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圣经再一次的说，我们哈要什么呢？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那所以我们凡事谢恩，就是说我们所讲的话都是要好的，往正面的。语言中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若说自己没有力就没有力，若说自己无能
就是无能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说，我能够因为耶稣与我同在，我的病痊愈了，因为耶稣已经医治了我。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言语呢，是表达思想与情感的声音，但人的思想和情感也会随着言语而改变。所以我们要说话，要多多说出互相鼓励、带给人勇气、造就安慰人的好话。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呢，我们的生命呢会变得喜乐，会变得什么呢？蒙神祝福。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言语，感谢会使我们的亨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时常感谢会使我们反思信神。首先我们要献上感恩，只要想到神厚赐百物给我们，就会感激不尽。使徒行传17:24说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就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顺服侍，好像缺乏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我们此不能不感谢这位创而将天地万物赐给我们享受的神吗？再来呢，我们也要为神赐下永生而感谢他。所以我们一相信耶稣呢，我们就得着属灵的福气，此不是应该要感恩吗？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，他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所以改变我们的语言吧，我们的语言要感谢鼓励这种呢荣耀神，这种语言这种语气呢会带来给我们祝福，给我们喜乐，给我们往正面的方法来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感谢荣耀神的名，感恩那你就看到前面的道路是这么蒙神祝福的。我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今天的话语，让我们学习怎么改变我们的语言。因为当我们改变我们的语言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生活也被改变，我们的生命也会被改变，我们的祝福也可以蒙到很大的祝福，可以接受耶稣给我们的祝福。谢谢你主耶稣，我们爱你。我们在赐为我们的国家祷告，求你圣灵祝福我们的总统，我们的医生们、服侍们。谢谢你主耶稣，在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，他们得到疾病的，我奉耶稣的名医治他们的疾病，他们在生意方面、工作方面有影响的主，祝福他们，开一条路给他们。感谢天父。